亲爱的教练们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今天我们永丰部分区域已经解封了，跟着小马镜头我们赶紧出发，卖点关子我们大家看一看。我靠，汽车没电了啊，搞个屁啊那怎么办还是要出去。这有一个修车的，赶紧问一下怎么办。哪个是老板？那个能不能给车子搭电啊？啊？小不搭怎么电啊？那个站呢？好多车都没电、啊。搭不起大油。哦。哎，我要打火。哎呦，亮了。啊，支付了哈。早知道我也去学这一门嘛。啊，拿这个电瓶两根线。一分钟的事情，谢谢啊！还没开始就花了50大米，哇！太烦了，这整的。太久没出门，打开窗户，都感觉窗户外面都有啤酒、饮料、矿泉水的味道。开车40多分钟，我现在来到了鹿港乡。在鹿港乡街上，我要先找到，理发店，因为在县城的话，现在理发店啊排队啊都要排1个多小时，所以我到鹿港乡来剪头发。啊？这是高手。这个地方。哇，这是高手。剪头发到哪里？怎么没有看到理发店？经过我敬畏的眼神，我终于看到了剪头发的地方。我现在就去剪头发。哎，老板，剪一下头发。老板在吃饭，在这里等一下，就稍微有一点长了，再加上身体就是也都瘦了好多。之前是这样子的，现在是这样子的，瘦了很多很多。我的这个头发是这样子哈，后面这边全部推干净，一根不剩。然后推光吗？对，不是推光吧？推光，一根不剩。然后上面的话，头发是往后倒的。啊，然后对，然后是跟着这里有一个美人尖，美人尖从这里分上去，然后这里头发往后倒，然后这边往这边，是吧？然后中间会有一条线，它分根线当中中间有一根线。嗯，那里是有一个线。嗯，但是那根线的话，上次剪的话。他没有给我分好，没有从美人尖那里分。你确定推光吗？对。哎，对。就你们鹿港不是也有一个吗？有一个30万粉的。鹿港有一个30万粉丝的吗？对啊。谁啊？男的女的？男的。男的有30万粉丝的鹿港。对啊，你不知道吧？我现在就是去找他，我就找他去他那里吃鸡。他在哪个村里的？他那个村我也不知道，他那个是村是叫什么村，反正再往前面再走一点点，到大马路上再走一点点就到了。他姓楼。姓楼啊。嗯，之前不是在街上开网吧的吗？开网吧的。嗯，30万粉丝吗？对，他可厉害了。他可厉害了，他拍视频。拍视频。嗯，我都在向他学习。洗一下吧。嗯，这事情已经解决了哈，剪头发帅多了。听说楼楼现在马上到我这里，然后我在等他，等一下去楼楼家里面烧鸡。上次有说过他出鸡，我出饮料。哎，你怎么称呼啊？哎，豆哥哥，你到。哦，他说他穿了衣服。嗯。你来街上买东西吗？飘了。啊，他就说来街上是飘的。啊，他是看到我刚站那里拍视频，他立马走过来，跟我打声招呼。你问我吃了饭没有啊？你下去玩了？
我没吃饭。你吃了吗？你吃了？我的。那我没吃了怎么办？没地方吃饭而已。嗯。刚才拍的高点高宽的。阿姨说拍的他很好看。来了，这是他们吧？来迎接我了。好久不见。哎，戴口罩。今天刚刚解封了。这个要戴口罩。咱们文明人，文明人哈。对，不戴口罩不行啊。那你那个干嘛呢？你那自拉杆。马哥帅不帅？马哥帅不帅？帅。刚刚剪了，我是不是瘦了很多？我就问你们，脸型，你包括肚子，你不要那个的，我要穿几件衣服？我也穿了几件，好热的。没有，真瘦了好多。楼楼也瘦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楼楼。小马特意来这里看我，我就十里相迎，是吧？是。我直接回去，我再过来的。对。我们两个呢，准备攀鱼塘。别扯。先就把鸡给盘了，哎，先就把鸡盘了。马上搞一只鸡吃。今天下午，晚上嘛，晚上就搞嘛，就没错。就等一下，我们就准备工具。OK， 就这样说，是吧？去你家，搞鸡吃。先给他弄一只鸡来补补。对，他一直关在家里，关键是哈，关在家里。小马，为我们永丰做了贡献。哎呀，咱们是志愿者，惭愧。哎，这个好，惭愧。所以啊，必须给他补补，就是自己想吃。走回去。走回去，我开吃。啊，那么久没有去见你妈妈，去买点东西。要。走。因为很久没有来楼哥家，所以咱们也不能空手来。王老吉就不买了哈。现在夏天已经过了。咱们就要换东西了，换品种了。好，不说其他的，去楼楼家里面。